台北市长，说只能顾好台北，你只好当总统就顾好全台湾。那个讲啊，这样的执政的人该做的为什么不做呢？他现在就可以做了。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，你光明化光武哈，就把很熟悉的在做，你做。那个我当然，我新的总统该在做。表示我现在总，这个现在这个政府无能嘛。第一个问题哦，他在问说那个庇护工厂哦，为什么会？其实我知道台北是大概占全台一半的，可是其他地方就比较少。我跟你讲哦，在哪里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做，因为我当时是当台北市长，所以只能顾好台北。你知道当总统就顾好全台湾了。那个讲啊，这样的执政的人该做的为什么不做呢？他现在就可以做了。所以就是现在是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，你光规划好不好嘛？哦，起码很熟悉的在做，唔做。我当然，我当然，我新的总统该在做，这就是。表示我现在总，这个、现在这个政府无能嘛，就投资了。第二样，他刚才要问那个题目，庇护工厂那财务平衡困难的，所以本来在设计上就是说，你知道 BOT 的概念不是政府不出资，而是如果要出同样的钱，哦，效果更好，或者是要达到同样的效果，支出比较少。啊，所以这本来就在庇护工厂就要计算说，我每年大概补助你多少，你可以有最有效率。那原则上是这样的啊，庇护那个庇护工厂它还是一个社会企业的哈，所以它虽然它有是受社会公益事业受社会公益，但是它仍然要注重企业的效能。那所以本来在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本来就没有预期要庇护工厂一定要财务平衡，在一个程度上它还是要被补助，只是说要补助多少啊，这个大家要谈，而且不同的庇护工厂也许补助不一样。所以通常是说，哎，我给你15万，我走这几年我走班，阿弟在最划最了没？这是要一照这个用计划来处理啊。这是关于庇护工程。刚才在讲那个全国商圈哦，你觉得我们台北市的商圈活动做得好不好？都不错。他每次都讲说台北的资源比较多，我跟你讲哦，哎，台北没给开心，你知道？这才是问题耶。同样的钱在台北市效果都比较好，我打算跟你讲。商圈是这样的、哦、在疫情之后，你知道电商跟物流出现，商圈你知道本来就不是在卖东西，它是卖生活体验、卖感觉的，所以它重，所以是这样的，每个商圈要成功一定要有它的特色，所以我们绝对，啊、所以这有几个要做的，第一，政府还是要帮助企业异化，这还是要知道的。在疫情两年当中我看新加坡政府一年编4亿的，两年8亿，我说大概换算成台币。那雇了1000个那个年轻人哦，把他们新加坡所有的中小那种摊商啊、夜市全部异化。所以坦白讲哦，在整个疫情期间哦，他们的异化没有趁机异化。所以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政府要帮助中小这种夜市啊、商圈异化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其实政府要开始用设计说，怎么让它的是塑造那个商圈的特色。因为哈、哦，在电商物流的时代，商圈不再是卖东西的，卖东西直接在电商买就好了。所以另一个问题的是哈，大概一个是政府要帮忙异化，然后政府要帮忙这个商圈有特色。但是我还是强调嘛，竞争的原则。像我们在台北市是这样嘛，钱在这里，按你们自己来申请，你要有计划。为什么你这样？天助自助者，啊，你自己都买想，都要等政府给你救的，那么可怜。那、啊、你要看领先概念，哎，我们就钱给你，所以应该是先有计划后给经费，而不是先把经费给你再去做计划。我想是这样。好，大概简单的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好，谢谢柯主席，主席，给你报告哈。这个你先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有准备一份备忘录，啊，想要请主席你当场把这个商圈跟庇护，在你当选总统以后。来，请你，如果你通过讲的问题拢是内底，啊，如果可以，当场来甲咱签署，咱做伙拼经济，要国际，拼经济，要国际，也要照顾弱势，唔免惊啦，迄个台啊，迄底台各国的拢是内底。咱台湾人爱自主啊，爱自主啊，爱选对人。幸福快乐一世人，选唔对人，你安尼含面汤个屎坑都无。啊，这个就会做代，这个就会做代志。啊，认真骨力，啊，那像小蜜蜂嗡嗡嗡，一身块口口嗡。啊，咱就爱互伊站出来，带领台湾来打拼。咱
大家同心同命同天命。前面位，要听我哩。啊，咱两个嘛，和大家见证一下历史，见证一下以前媒体风采哦。这边当好小姐的，我连刚才这条铁总统个空间，你瞧嘞。市长想请教一下，就是那个之前有说过自民党的干事长说台湾没办法参加 CPTPP 嘛，那这个是跟洪承他今天是有驳斥了这个说法，他说他没有说过台湾不可能。那当然不会讲不可能嘛，政治人物一定说困难，他不会说不可能。不过就是这样嘛，哦，我看说那个叫郭伯文的重点是这样。我常说哦，政府还是要诚实面对问题嘛，把问题讲清楚。到底台湾什么时候可以加入 CPTPP？ 请民进党政府明白的告诉台湾人民。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，那我们的应变方案是什么？这才是要解决的嘛。政府每天欺骗人民说啊，我们在申请啊，说，就又是一样，又是另外一个反攻大陆的案子。还是那结论呢？政府要诚实面对问题。如果台湾在现阶段没有办法加入 CPTPP， 那我们的应变方案是什么？这要解决嘛？啊，政府都不敢面对问题，啊，每天弄一些旁边哦，这种无关的事情来干扰。那国民党这边就是又在喊话这个蓝白合，说立委选举不要轻动丑快啦。那你会不会觉得说，明明民调又不如你，还要这样子喊？蓝白合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讲第 N 遍了 ，N 属于 N 了。你总要有什么，比方说哈政策啦、价值啦、理念啦，有没有说大家符合的？我从来不讨论这种哈政治价值理念，那每天都在，不然那蓝白合的目那个什么具体项目什么，就叫我们全部不要选来着。他就干脆说叫我们全部不要提名就好了。所以我两个哈，就常常是。不，理性嘛，务实科学嘛，你要跟人家合作啊，你要讲得出你的哦诉求是什么，从来都没有啊。你到现在为止，蓝白合你有听过他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方案啊，或者说我们来辩论政策啊，哦，合适要怎么弄？那什么哦，没有啊，从头到尾看，听起来就很像权力的分配，对吧？